对，这里保罗讲的书，讲的罗马书八章，圣经中的圣经的罗马书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，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。诶，保罗讲很 重要的话、哦、一切万物受造之物叹息的。为什么叹息？叹息是 groan， 对不对？叹息因为有上帝荣耀的人，有灵魂的人，不懂得把荣耀归给神，不懂得看见神的作为，然后跟从他，把荣耀归给他，所以叹息。我现在应用这个经文啊，各位看自己的家里面，各位你有孩子，你有一个很美的家，家里什么都有，但是各位有没有感觉到，你在家里不喜乐，夫妇之间不开心，你跟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，你们吵架的时候，埋怨的时候，多过开心的时候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你家里面很多叹息，因为这个家里面没有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，神的作为，跟从他，遵行他，然后把荣耀归给他，所以叹息，没有幸福美满的那种光景。虽然甚至有些人是全家去教会，全家去教会，但是家里面讲的都是世界的东西，担心的都是世界的东西。叹息的意思，你口袋的钱叫你叹息，原来给你享受的，原来你的孩子叫你幸福的，叹息。为什么？看不见神的问题来的。